博世哥神父，等我。Berlin Bosco。收来读单香港新闻俾你听啦。果间响香港新界屯门仁爱堂陈王淑芳纪念中学嘅校长蔡国光，呢镬就真系捉虫入屎忽家啦。写封信去香港特区政府立法会署，插人话过啲群育学校嘅学生窿中啲情绪啦行为有严重问题。按日逃学、走堂，被黑社会控制来从事不正当勾当，好似卖淫、吸毒咁。你隻衰公蔡国光，点能让学人哋做教育工作者噶？你隻衰嘢讲过啲情绪啦行为有严重问题，按日逃学、走堂，被黑社会控制来从事不正当勾当、卖淫、吸毒嘅学生。查实间间香港学校都有多少咁嘅学生噶啦，向 Depend 温学校入面都会捞到几件噶。好似果间喺香港二马路门牌七号，成遭涉剧利处班学生仲多蛊惑惹犯啦。好似住向鲗鱼涌14岁中二性情嘅靓仔上网教人整个干冰炸弹，话要炸立法会和。果史德果中三人仔嘅张力生 Alex 就已经串嘴都话亚瑟啲鸡肠碎皮。嗱，睇返下张力生 Alex 几咁沙尘啦。即係佢嗰个亚瑟福产度呢，即係叫亚瑟君，即係一路俾人笑到而家。即係佢嗰个亚瑟福产度呢，即係叫亚瑟君，即係一路俾人笑到而家。留意佢身边嘅学生会会长曹景峰 Kenley 拉埋四眼大路 Kingsley So， 听见张力生 Alex 插先生时，依气棚牙笑吟吟个蟹样。即係佢嗰個亞瑟福產度呢，即係叫亞瑟君，即係一路俾人笑到而家。即係佢嗰個亞瑟福產度呢，即係叫亞瑟君，即係一路俾人笑到而家。即係佢嗰個亞瑟福產度呢，即係叫亞瑟君，即係一路俾人笑到而家。今个学年又有斗五 B 班嘅变态佬路振海，一句不堪公开施压力，咁就喺假机香港、新界、将军澳、富宁花园第二座32字楼屋企订20磅哑铃落街街。不过香港啲法官一向都系大细超价啦，咁大镬嘢都唔使判佢一册，俾人通跪。名校学生就系咁以判15个月咁快令咁多多，各位住响香港新界西贡将军澳嘅市民，行路过市就唔该阴住你哋个头俾哑铃剥穿啦。正所谓骑呢学生间间有，唔论 Band One 定 Band Three， 博西哥大佬神父。果间仁爱堂趁黄淑芳纪念中学之衰啦。被香港人咬到做咗隻缩头乌龟，唔敢出嚟开记者招待会，仲发信道歉添。至于撑佢果帮黎义廉嘅北平共匪走狗，好似工联会嘅陈友海、李鸿森、陈文慧、徐凡，以及新民党嘅朱耀华、苏超成，同埋向市派嘅陶石元，依家都做咗过街老鼠。唔敢出声啦。亚踩果光哨赞奶奶镬间苦马寡蟹买罩座。蛛床入屎花兔子糊涂食渣买。